主料葱香面包一个，辅料蜂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将面包先切成片，然后切成规则的条，把这些面包条放入烤台，不要叠在一起，然后刷上一层蜂蜜，送入已经预热的烤箱中，上层180度20分钟，中间要翻面一次。烤好的饼干条非常的酥脆哦。烹饪技巧，烤的时候最好看着，以免糊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